嗨，杰斯的家庭们，杰斯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啊！那么，如果有大中华区的伙伴，有亚洲时间的伙伴，那么在这里祝大家早上好。那么我呢是北美的销售经理，我叫易如。那么很高兴能够在2021年，这应该是我们新的一年的第一场我们的探索杰斯。那么之前呢，其实我们有聊过，如果很多伙伴之前还记得的话，我们说过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关键词，对不对？比如说2018年，如果之前有听到过的话，伙伴的话应该都知道，2018年的关键词我们叫斜杠青年。那么2019年呢，我们是什么？如果还记得的话，是副业刚需，对吧？那么有谁知道2020年是什么呢？2020年的话，就是我们的隔离经济。如果这么看下来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啊，2018年斜杠青年是要开始做一个准备，2019年副业刚需其实已经差不多要开始有一个备胎了。那么2020年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这个危机已经是从天而降了。那么2020年，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哪些著名的公司，对吧？他们在2020年没有挺过这个疫情，比如说有澳洲的维珍大西洋航空。对吧？美国的无印良品已经在2020年全部倒闭。还有呢，就是男生如果刚刚来美国的话，第一件事会租车。那么租车的话，全球最大的一个租车公司叫赫兹租车，那么也在2020年没有了。还有呢，就是能源类的，像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还有呢就是一个公司叫 NPC 国际公司。NPC 很多伙伴有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们，另一家公司叫必胜客。NPC 呢是必胜客的最大特许加盟商，他们也没有挺过2020年。还有呢，健身的伙伴肯定知道 GNC 呢在2020年呢也关闭了所有的门店。还有呢，就是女生非常喜欢的我们的 JCPenney， 对吧？男生经常会穿的西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叫 Brooks Brothers 这家做休闲装的公司，他们把41位美国总统送上演讲台，但是在2020年，我们都不用再进办公室，我们全部一切都是在家里，在电脑前屏幕前面完成。所以呢这家公司也没有挺过2020年，挺可惜的啊。那么这个时代呢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今天还屹立不倒的公司其实就是实力的见证。那么我在这里真的是非常幸运，能够通过杰斯这个平台在2021年能够跟你们在屏幕前面相见。2021年呢关键词我还不知道，但是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有可能就是既然已经是隔离经济之后的话，2021年很有可能就是适者生存了。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情况，我的头发会不会很长？如果很多人第一眼看到我的话会觉得，哎，这个男生怎么头发这么长？其实呢，我也受到了2020年的这个打击。我挺过了2020年，但是我的专门的一个理发师他没挺过。他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疫情到来之前呢，他就有一个副业。这个副业呢是在拉斯维加斯，他呢是去做那个有一个副业在拉斯维加斯，但是呢2020年疫情进来之后呢，他只能关闭掉他的理发店。现在呢全家已经搬到拉斯维加斯，把他的那个副业变成主业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在2020年受到的一个影响，就是我的头发啊。那么话不多说，今天呢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有这个让我们呢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接触到一个副业，甚至于今后有可能会改变您的改变您的生活，甚至于改变您命运的一个机会啊。那么今天我们分享探索杰斯的三位讲师呢，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的呢看着非常有的呢是有非常专业的背景知识。那么有的呢加入杰斯前呢他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有的呢在加入杰斯之前已经是一个在生意场上获得了成功的老板。虽然加入杰斯之前大家的背景都各有不同，但是呢在加入杰斯之后都获得了他们期望的成功。那么下面呢就由我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讲师，我们的 Tracy Ho， 我们的美国的双钻石总裁。那么 Tracy 呢来美国20多年，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一直是一位全职太太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认识到我们的杰斯平台然后呢从一开始对产品的认可，对平台的认知，
短短一年的时间呢，他就成为了我们的杰斯的钻石级总裁啊！他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呢，就协助团队七位伙伴成为钻石总裁，还包括自己啊，一共三位伙伴成为我们的双钻石总裁。那么 Tracy 呢，同时不仅成就了自己，还凭借这个平台呢，帮助了许多平凡的人啊，反转人生啊！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找到了他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下面就让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美国的双钻石总裁 Tracy Ho。 Hi Tracy。 Hi 易如。 Hi 你好。你好，非常感谢你。好，那么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您。好的，谢谢。好的，谢谢。 OK， 全球的杰斯家人大家现在好，我叫 Tracy， 现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家里面。非常感谢易如的介绍啊，也非常感谢公司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索杰斯。不经意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一年呢，我相信给很多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一些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以及包括未来，我们不仅要提升自己的健康免疫力，我们同时也要提升自己的财富免疫力。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频道呢就是探索杰斯。那么生命呢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旅程，唯有不断的探索才能让我们的生命之花不断的绽放。那么在跟大家探索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在运作杰斯之前没有上过一天班，也没有打过一天工，也没有当过一天老板的全职太太。我相信其实所有的探索旅程我们都要带着一个好奇心啊。那这个好奇心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带着一个好奇心，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小女人，闲置在家里很多年的一个小女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今天呢成为了一位网络新贵。那么呢，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探索杰斯的旅程。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生活在杰斯。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杰斯？因为杰斯于我而言源于生活，就是自然人做了自然的事情。那么杰斯是什么？杰斯是一家高生物科技的产品，然后呢带领到全世界的人获取了身体的健康。杰斯是一家跨境国际电商，它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为他们来背书，然后呢有细胞优化系列的产品让我们解决了健康的问题，同时杰斯还有跨时代的生物科技为我们的未来展开了新的画面。那么杰斯运用高科技，运用生物科技，运用互联网加，运用云计算，运用大数据，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互联网的交互式网购平台。那么我们生活在杰斯，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这边首先得到的是年轻样时代。什么叫年轻样时代？就是 look young, feel young, and live young。 简单的来分享的话呢，就是看起来年轻，感觉上年轻，实际上也很年轻。那么我们大家，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是否想过自己的梦想能带自己走多远？在运作杰斯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深深地感受到，在这个平台，当然了，也有一些本来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本来就非常有实力的人，在这个平台获取了巨大的成功，但更多的就是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在这个平台也获取了非常巨大的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这个平台，我们的愿力大过一切。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有愿力，你想要过的生活在杰斯平台你都可以获取。比方说我们人类最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景象，我相信我们需要的是健康的身体，美丽的容颜，然后呢有财富上的自由，也有时间上的自由。那杰斯这个平台呢，我们全部都可以获取的同时，因为这个平台是一个助人达己的平台，我们唯有帮助他人才能让自己获取成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同时可以获取成就感、价值感和影响力，继而达到心灵自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宇宙空间，我们作为一个人类来讲，我们最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景象？那
那我刚刚讲的这些，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渴望能得到。那么在杰斯，只要你有愿力，只要你敢于相信自己，就一定能获取你真正想要的生活。OK， 那我们这个杰斯大家庭的主要的任务，其实我更喜欢跟他讲，是主要的使命是什么？那么我们主要的使命呢，就是杰斯大家庭通过帮助人们看起来年轻，感觉年轻，同时我们彼此赋能，释放我们的潜能，从而在全球产生积极的影响。那在这一块的话呢，我有非常深的感触啊，因为呢，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那在我们团队呢，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也有一些非常专业的人士，但更多的就是像我这样的非常非常普通的全职太太，以及还有一些打工族。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他们想要改变命运，但是没有机会让像我们这么普通的人真的想去达成自己的梦想。但在这个平台，他们愿意相信公司，愿意相信产品，愿意相信领导人，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愿意相信自己，因为这几个愿意相信让他们过上了非凡的生活。当你看到你周边的人因为你的分享，因为你的帮助，让他们有机会为父母去买房子，为孩子去付大学的学费。我们要知道，其实在美国常春藤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要$100,000左右。当你看到一个普通打工族可以大声地告诉他的孩子说，你想读什么样的大学你自己去选择，不要担心金钱的问题。当你大学毕业以后，你也可以去选择你喜欢的事情去做，而不用为了生存去谋一份工。其实当我们看到眼前这么多画面的时候，我在杰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除了让我成长，让我蜕变，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了深深的感动。那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平台是什么样的人发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公司的创办人。我们公司的创办人呢，是一对非常优秀的犹太人夫妇，就是左边这两位。左边第一位呢就是 Randy， 然后呢右边呢是他的太太 Wendy。 那其实我开始运作杰斯的时候呢，只是因为想孝敬父母，给父母买一点高科技的产品，因为我希望我的父母有高品质的晚年生活，根本就没有想要去运作这个生意。从心里面呢也比较排斥这个行业，因为过往的经验啊。但是呢我通过一次旅行，我发现这家公司其实真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这个平台是通过分享资讯就可以帮助到他人，从而能让自己的生命去绽放。即便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也没有下定决心要运作杰斯平台，因为你们知道的，其实人们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改变害怕改变的。但是有一次我在这个优酷上不小心找到这个Randy 的这个视频，讲了他的故事。那我们的创始人呢 Randy 呢，他从小是一个非常非常穷苦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他是一个饥饿小孩，小的时候根本没有鞋穿。他也跟我们分享过，他说他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在想，我今天能不能吃饱饭。但即便是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也没有让他想成就自我的这个愿力。所以呢，他发大愿，他要在35岁之前赚到$100,000的收入，他要在35岁之前可以去世界各地去旅行。我相信他向宇宙下了订单，宇宙也接收了他的订单。所以在他32岁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 Randy 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科学的，在电脑方面一个科学的学士，还有一个心理学的学士。所以呢，他在32岁那一年为 NASA 宇航局设计了一套软体。那么在那一年，就因为这套软体，他获得了$6,000,000的奖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40年以前，$6,000,000应该算是天文的数字。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对梦想的追求，虽然他得到了财富自由，因为他的爸爸给了他非常好的指引。他爸爸跟他说，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只有两件事情可以让人们来讨论。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母亲地球。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如何对待地球上的 people， 就是对待地球上的人。所以呢，
我们老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慈善家，因为他小时候经历过这样的穷苦，所以呢他发愿一定要用尽全力帮助能帮助到的饥饿小孩，让他们能获得这个每一天能吃饱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的时候，看到老板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内心的深处，甚至在我的心灵深处，触动到我的心底最深的那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我发愿我要在集思平台走下去，而且我一定会在集思平台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平台真的是跟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也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踏上了这条美好的集思之路。那么我们的老板娘呢，温迪呢，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她是一个数学博士，数学一个精算师，还有呢她也是一个心理学的，拿到了一个学位。那么老板娘呢，就是我们公司这一套完美无缺的这个奖励制度，就是我们老板娘设计出来的。而且他们两夫妇包括他们的儿子肖斯嘎，其实都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国际奖项，比方说这个 Steven 奖，他们三位都有获取。而且我们两位创办人夫妇，他们在全球的商业界获得了终身成就奖。那我们的小老板肖斯嘎呢，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的喜爱他。喜爱他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帅了啊，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一个80后，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他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愿景，而且他高瞻远瞩。我在杰斯这7年多的时间亲眼见证他的这个成长和蜕变。他有非常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说他希望杰斯公司能在网络营销行业成为业界的第一名。我们拥有这样的这个创始人的家族，那么我相信我也愿意追随这样的家族一路走下去。我相信杰斯未来之路一定可期。 OK， 那有这样的一个创始人的这个家族之外呢，我们公司为什么可以创造这么大的一些财富，而且在这个全球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杰斯公司真的就像真的就像一头独角兽从空而降。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有单一的产品随便找个加工厂去加工然后就成立一家公司，不是的。我们公司从开始就已经为筹问卧，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安排好。我们有一个全球最顶尖的这个科学家和医疗顾问。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两位啊。那上面的左边第一位呢叫 Dr. Newman，他呢是一个干细胞这个博士，然后呢他出生在一个医疗世家。那 Dr. Newman 呢在比华利山庄也有一个自己的医疗诊所。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比华利山庄真的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一个地带啊。那去他诊所的人呢真的是非富即贵，那我们普通老百姓肯定是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真正的能享受到他的这个科技成果。但是我们老板呢就是说因为他当兵的时候的膝盖就是受过伤，所以呢他虽然拥有那么多的金钱，可是当他的膝盖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全世界的医生都建议他一定要换膝盖，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站起来，一定要拄着双拐走下去。但是我们老板就坚信科技一定可以让他重新获取这个站起来的权利，所以呢他有一天找到了这个 Dr. Newman。 那 Dr. Newman 用2年的时间运用干细胞的技术让我们老板 Randy 的这个膝盖恢复了健康，而且他现在也是依然可以站立的陪我们一起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去做慈善。那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所以老板 Randy 就想这么好的生物科技产品他希望全世界所有的普通人都有机会用得上，所以伟大的杰斯公司就因此而成立了。那么 Dr. Newman 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也接受我们中国 CCTV 就是中央国际频道的这个专访。我们想一下啊，其实我们中央四台是不是随便专访人的，那么通过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奠定 Dr. Newman 的这个科研成果得到了全球的认可。那我再介绍一下最右边的上面最右边的这一位这个 Vincent Dr. Vincent 贾帕帕。哦，
这个 Dr. Newman 呢是我们这个外用产品的研发人，那 Dr. Winston Giapapa 呢是我们内服产品的这个研发人。Dr. Winston Giapapa 呢，他有这个抗衰老之父之称，美国的第一任抗衰老协会的会长就是 Dr. Winston Giapapa。那他是这么多年以来呢，一直在研究，就是说这个如何运用科技的技术，让人们帮助人们延缓衰老。那他在2014年因为 AMPM 这款产品获得诺贝尔生物提名奖，同一年也是在2014年，就是我们记得就是美国有一个频道叫Discover Channel， 就是也叫探索频道啊，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频道，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观看这个频道。那么 Discover 频道呢，就是说它有一个专题，就是说与霍森一起了解干细胞的世界。那么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呢，也特别提到了 Dr. Winston Giapapa 的这个科研成果，可见 Dr. Winston Giapapa 在全球抗衰老界是有一定的这个享有这个盛名，而且更加奠定了他的这个声誉。那么第二位呢，就是说这个第二位呢 Dr. William 呢是我们这个研发团队的这个发言人啊，他今年也70几岁，他有中医和西医的这个双料博士，但是呢他现在呢是非常非常的健康，当然还有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马医生，我们大中华的这个医生我们也非常喜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都一一介绍啊。那么这样一家平台公司它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我们来看一下10亿美金之路。10亿美金之路在全球网络营销行业就是在5年左右达到10亿美金营业额的，我们看一下都有什么公司啊，有苹果，有 Facebook， 有 Amazon， 有 eBay， 还有 Google。 这些公司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也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太有名了。但是杰斯公司在第6年的时候就已创造了网络营销界的奇迹，就是也创造了10亿美金，代表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国际的地位。那么其实呢，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其实我们拿这些著名的公司来比较，并不是说哦，我们仅仅是在6年的时间获得了1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成效。最主要是大家想一想，这些公司，我就打个比方说，苹果公司好了，我是忠实的果粉，从苹果1到苹果12，我一直在追随，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高科技的产品。那么其实，苹果公司没有给我任何的回馈，但是杰斯公司我们不要忘了。其他公司的10亿美金跟我们有关系吗？有一点点关系，就是说让我们去消费，让我们做免费的分享。但是杰斯公司伟大就伟大在它的10亿美金的营业额，它的收入有将近有一半以上的利润返还给我们的消费者，因为我们乐意分享，成为了消费商。所以这个就是杰斯的与众不同。我们不仅仅是一年获得了这个10亿美金的营业额，而且我们是从2015年到2019年连续5年都获得了10亿美金以上的营业额。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家网络巨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想象，这家公司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跟我有关系。如果你也想去创业，你也认为你可以嫁接一个伟大的平台，那么我相信你就能感受到杰斯公司跟你有极大的关系。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杰斯的殊荣啊。一家公司好与坏呢，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来讲的，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看事实。什么叫事实？我们来看一下啊，杰斯公司连续5年达到10亿美金以上的营业额。不仅仅如此，而且杰斯公司有6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消费者仅仅通过分享资讯，仅仅通过分享链接就可以赚取管道收入。因为我们公司给到的是一个资源整合的平台，我们有机会，虽然我们有什么人脉，但是我们可以借用这家公司去整合我们背后无限的人脉。 OK， 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呢，有28款以上的产品已经在全世界的各大主流媒体、报纸、杂志、电视频道一直在争相报道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事业版图已经拓展到了145个国家。其实这个
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的电子商务的订单可以在同一分钟就可以达到145个国家的物流配送，我们拥有自己的仓储，我们拥有自己的物流公司，我们在全球也有34家分公司。极速公司在短短不到12年的时间，因为这是刚刚跨进第12年啊，在全球已经获得了全球的商业大奖803项，803项，而且在去年这么一个光怪离奇的这一年，杰斯公司依然获得了184项奖项。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所有这一切说明杰斯是一家有实力、有能力、有爱心，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巨大盛名的公司。就是在这里边的话呢，803项奖项，我就单独的提一个奖项，就是有一个叫 Steve Award， 那这个奖项呢叫史蒂芬奖。这个史蒂芬奖大家可以用 Google 也好，用百度也好，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是商业界的就是最顶级的奖，就是就比较像这个影视界的奥斯卡金像奖。这个奖项呢是全世界人都想得到的奖项，因为它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组织然后呢给颁发的奖项。那我们公司呢一共获得了179枚史蒂芬奖。还有一件非常非常可爱的事情，就是说奥斯卡金像奖这个组织，他们这个设立这个奖杯呢不是随便都可以设立，他们有专门的组织来设计这个奖杯。那么史蒂芬就是史蒂夫奖这个奖杯呢也是在同样一家公司来设计的，这个就是杰斯公司的实力。那么一家公司好，我们不看过去，我们要看未来。那么今天杰斯公司经营的是划时代的生物科技技术，而且是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加上这个交互式网购系统。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的未来的前景跟这个全球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公司做出来的一个报表，这个报表呢是2年以前，只是说短短一年的时间，全球就是说在健康产业上的一个数据啊。我们看一下，就是有600亿美金的行业有化妆品，然后呢没有想到其实护肤品有2620亿，因为女孩子嘛真的是爱自己的脸蛋呢胜过爱自己的这个生命，但是现在讲究的男生也开始保养啊。那么偷偷加起来的话呢大概有5000多亿的营业额在同一年发生，这是2年以前的报表。那么我们可想而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相信这个是5000亿美元，我相信万亿甚至10万亿的市场在等待着我们。所以所有的这个世界大佬都在讲，就是人们需要什么财富就在那里。所以这就是我上面这个第一部分的跟大家探索杰斯。我相信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借用这家公司平台成就我的人生，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相信一定也可以成就你的人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北美总经理周逸如，请其他另外2位钻石来帮我们继续来分享，继续来探索杰斯。好的，逸如，请问你在吗？好的，我在。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美国的双钻石总裁，我们的 Tracy 啊，非常好的分享。其实这个我相信在今天在屏幕前面的每一位伙伴，你们都是最幸运的，因为你们都可以在这个机会可以看到，我们杰斯这家公司的文化，我们领导人，我们那个创始人的我们创始人的愿景，对吧？我之前也说过了。经过了2020年，今天还屹立不倒的公司，其实就是一个实力的见证，对吧？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的 Tracy。那么下一位呢？我要介绍的呢是我们的Mandy 陈，我们的钻石总裁 Mandy 陈。那么Mandy 陈呢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一直呢在癌症中心工作，我们呢都亲切的叫他 Mandy 医生。那么 Mandy 医生呢在2013年刚刚听到杰斯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接受。到了2015年呢，他见证了家人呢因为杰斯的产品受益，然后呢他才开始认可并加入了杰斯。他呢利用他全职的工作之余，
分享杰斯，他并没有说是他并没有说是辞职什么，他还是一位，他现在还是一位医生，但是呢，他利用工作之余分享杰斯。那么这个呢，给他的结果带来什么结果呢？他现在啊，他在2018年就成为了我们的钻石总裁，他呢也将杰斯视为帮助他人提升生活质量的一个绝佳的机会。那么有请我们的 Mandy 医生，我们的钻石总裁 Mandy。Mandy 你好。Hello Hello。OK。大家好。你好，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您。好的好的，全球在线的所有的杰斯家人伙伴们，我在这里提前祝我们所有的华人春节快乐啊！我是来自洛杉矶的 Mandy 啊，我今天非常激动啊，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2021年的第一次的这个中文版的探索杰斯，非常感谢一如的介绍，还有我们刚刚 Tracy 双钻总裁的给我们带来公司的整个这一片的这个讲解。真的啊，每一次听到这个老板娘他们的故事，真的每次都让我觉得真的是涌出一种深深的感动。我觉得虽然我拒绝了杰斯3年的时间，但是到最后没有，最终没有错过杰斯，我觉得真的我是很受祝福的一个人。那今天呢，刚刚一如有讲到说有很多的关键词，我想2020年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但是呢有一个关键词肯定是从2021年然后以后我们都会要注意的，那就是健康。健康呢其实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的，最最重要的，那是我们活着的原因。所以呢，我们其实应该是要抱着一个积极主动的这个态度呢，去花时间来改善和维护我们的健康。因为呢，没有疾病不代表您是健康的，因为亚健康的人数在世界上已经是超过70%，所以呢，其实亚健康的人是最多的。那刚刚崔师姐给我们讲了这个全球的这个大健康产业啊，你看，其实2018年有一个数据，就是全球的大健康的产业是4.5万亿的市场。想一想，2020年以后，这个大健康产业的这个发展会不会已经会成一个指数式的增长呢？肯定会的。而杰斯在2009年，它的定义就已经是要去到全球，帮助全球10亿人获得改善生命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杰斯它一直是在这个大趋势的前沿，并且呢一直引领着先锋。那其实呢，我想就是在我们今天来谈论我们杰斯的独特的它这个产品的后面的这个背后呢，我是想跟大家讲了解一下我们杰斯产品背后的这个理念。就是杰斯就是立志要让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年轻的一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的年纪真正的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因此我们把这个理念呢放进去，然后呢研发出了一系列的产品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就像我们现在图片上显示出来的，叫 ES 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其实我们疾病需要管理，健康更需要管理，不是吗？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更健康的话，那我们身体里面上万亿的细胞是不是都会更健康呢？所以杰斯它这一个独一无二的很独特的这个细胞管理系统呢，可以系统性的帮助我们全身心的让我们看着年轻，感觉年轻，活得年轻。所以我们的关注点不只是说让我们大家延长我们的自然寿命，我们的关注点还在于如何去延长我们的健康寿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利去过上更有质量的高的生活。所以现在呢，其实就不多说，让我们简要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产品。这一个呢，那我就从最流行的一款开始吧。Reserve 这一个呢，我们的中文名字叫配全精华。在过去的这10年以来，这一个已经卖掉了10亿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已经从这个数字大家就已经看到它是非常流行的一款产品。那其实呢，它这个后面呢是帮助多少人改善了他们的亚健康，真的是不言而喻了。这个产品呢，它里面呢包含了9种超级的浆果和超级的水果，我们叫它是抗氧化剂的能量场，它用来支持我们全身心的健康。我们都知道抗氧化剂对我们整个人来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有益处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一种多酚的化合物，叫做白藜芦醇。你可以直接把白藜芦醇打入到你的网络去搜索，你就会发现在医学界科学界已经对白藜芦醇呢做了非常广泛的研究，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广谱抗癌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而且呢，杰斯呢非常的啊奇妙，他把我们的白藜芦醇更综合了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我们的红樱桃、红石榴、绿茶、芦荟、巴西紫梅、巴西蓝莓、葡萄，所以呢，让它变成一个复方的白藜芦醇，用一种凝胶的方式，让我们吸收更迅速，然后呢，有效率更好。所以呢，白藜芦醇还有一些其他的功效，比如说什么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好处，就像我们所说的啊，喝红酒对我们人体有好处，那其实白藜芦醇呢，就是红酒里面的那个物质对人体有益处，而且抗炎、抗自由基，很多很多的功效，我们自己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那杰瑟这个，因为它是复方白藜芦醇，所以这就让它变得独一无二。这一款这一款呢，就是我们杰斯最新的这个产品。刚刚我们的 Tracy 庄传又给我们大概的讲了一下我们的杰斯的这个医疗顾问团队。那其中有一位呢，就是2014年获得诺贝尔提名的 Dr. Vincent 蒋帕帕博士，他被称作为抗衰老之父，也是真的是抗衰老医学的先驱之一。所以呢，他研发出来了这一款产品，把它也变成了一个复方的产品。今天我们整个杰斯的这个系统的产品，我希望大家记住一个词，就是复方。所以这个是要大家要记住的。那他把这个产品呢放在一个除了我们的这个NMN， 其实你在网上去搜索有很多 NMN 的这个成分的产品，但是因为它是复方，它结合了其他几个一共是六种我们叫做青春配方的这个复方的产品，它让我们的人体呢可以真正的去提高我们人体本身里面的这个叫 NAD plus NAD 加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所以让我们的这每一个细胞呢更加有能量，更加有活性。所以生命只有一次， Life NMN 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呢活得更加精彩同时呢它也支持大脑功能，让我们更加有青春活力的之外呢，就真的是最大限度的去提高我们的健康年数，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得很好。接下来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说要活得年轻，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像我们刚刚 Tracy 姐讲的哈，我们女生，特别是女生，其实现在男生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喜欢，首先来讲，我们想要看得年轻。所以呢，那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得年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就要有光泽、有弹性的肌肤。那外面的护肤品那么多，就像我最开始一样的，我觉得外面的护肤品太多，有什么让我们的 Luminous 这个系列有何不同呢？那就是我们比弗利山庄的这个皮肤科医生整容医师 Nathan Newman， 就是纽曼博士，那他找到了答案。他有他的专利技术呢，可以从我们人体的脂肪干细胞里面呢去提取生长因子。其实这个生长因子呢，它也是一个信号分子，那它可以发送信号到我们的皮肤细胞，告诉他们去自我修复、自我激活，然后呢还要去做日常的维护。所以这一系列的产品为什么是刚刚崔姐讲在好莱坞深受很多明星的喜爱，因为它被称为拉皮不用刀，全靠干细胞里面的这些生长因子。而且这一套护肤品它适用于任何皮肤类型和任何肤色，而且非常的简单。所以呢，它从我们的洗面乳到我们的日霜、晚霜、精华露，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面膜，提升面膜和媒体霜，真的就是 one stop， 就是一站式的，你可以不再去别的地方，它可以保持你的皮肤呢，给他们足够的营养，让他们去再生。这个里面有一个叫 APT 200，我们没有医学背景都没有关系，因为它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专利技术，200多个的生长因子。那这一款呢，我们看这个名字叫 AMPM， 这一款呢也是由我们诺贝尔提名的蒋帕帕博士经过多年临床实验研究出来的产品。它的目的呢是调节我们自身的这个生物钟，让我们白天呢吃了这个 AM 之后呢精力充沛，晚上呢服用了这个 PM 之后呢有更多的深层的睡眠，它可以去开启好的基因，然后关闭呢不好的基因。所以呢它又叫这个基因修护系列。所以呢它的好处当然不只是这些因为它不是我们想象的好像就是为了睡眠而生的，不是的。它的好处因为它的成分里面包括十大类超过70多种的成分，然后给我们的这个细胞呢早晚2粒
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为我们的这个细胞提供全方位的营养支持，让我们的细胞发挥它们更大的自我的保养和维护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提升我们健康的这个生命的质量。这一款我们叫做可以服用的啊，服用的这个护肤品，当然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护肤的作用。我们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它呢其实占我们总体蛋白质的1/3。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胶原蛋白。那我们的 Nara 它就是一款可以喝的很好吸收的一款胶原蛋白的复方产品。这个胶原蛋白不只是我们女生哈，不只是说对我们的皮肤有好处，对我们的头发或者指甲，其实它我们全身到处都有这个胶原蛋白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呀、啊，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骨骼，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结缔组织都会有。而这个 Nara 呢，里面有5000毫克的这个深海鱼的这个胶原蛋白，而且是已经被水解的，再混上我们其他的8种的其他的超级水果，因为有强大的这种抗氧化维生素 C 在里面，还有呢8种其他的这个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质在里面呢，这个复方的胶原蛋白的这个饮品呢，就让他们让我们的身体马上就可以消化吸收然后被利用。所以它帮助我们促进我们身体里面的自己的胶原蛋白生成，而且促进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还有这个紧致的这个紧致度。如果你和我们的这个护肤品系列一起使用的话呢，它真的就是可让你的我们的护肤品呢又更有加成的效果，从内而外，从外而内的去让我们的皮肤呢展现出它应有的年轻的状态。我们的杰斯的研发人除了我们的抗衰老之父蒋帕帕博士，还有我们的这个干细胞之父纽曼博士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位也是抗衰老先驱 Christian Jarpu。 他呢其实是在再生医学和干细胞研究里面也是获得了全球的认可。他经过了10多20年的这个研究，他发现啊，就是干细胞对我们人体其实是我们人体这个整个自愈系统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科学界现在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循环里面如果干细胞更多的话呢，那它我们的自我修复自我再生的这个能力，因为干细胞本身是非常很多很多功效的这样的一个母细胞，所以血液循环里面干细胞越多，那我们的健康呢就会更加有保障。所以 Revita Blue 呢是通过 Christian 多年的研究做出来又是一款复方产品。它的主要的成分呢是我们的蓝绿藻啊、沙棘果还有芦荟，然后呢和这个椰子奶一起呢变成一个口味非常清爽的这样的一个饮品。如果你把它的这些成分分开的拿去 Google 啊，去网上去查询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每一个成分在民间已经被使用了很多年，而且在医学界已经被广泛的在研究。所以呢，虽然这一款产品它自己不产生干细胞，但是它会让我们的干细胞呢再从骨髓释放更多的到哪里去呢？到我们的血液循环里面去，从而去支持我们身体本身的这个自然的修复和更新，当然同时也就支持了我们的免疫功能，然后呢也提供我们的抗氧化保护，支持我们呢更加健康的老化。Mind 下面一款是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每天都必须要使用的一款产品。Mind 的中文呢，我们叫它敏动力。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关于记忆，关于我们的这个思维清晰，关于我们的这个专注力，关于我们的这个焦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也是一个复方产品哦。它的主要成分有我们的蚕丝蛋白提取的这个 SeraQ， 还有我们的茶氨酸，还有其他的几个成分。这几个复方的成分呢，也是相辅相成，帮助我们呢有效促进脑部的健康。其实我们现在每一天真的我们的大脑真的是很辛苦，每天要处理很多的信息，很多时候真的是信息都爆炸了，所以我们的大脑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营养。而且我们的大脑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呢，其实它也是一直都在老化，所以呢那这一款呢就可以让我们集中注意力，更让我们更加的真的是活在我们的思维，就是活在当下，减少精神干扰，
让我们可以做到思维年轻。那其实思维年轻也是我们活得年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吗？所以这个真的绝对是必须要拥有的。Zen Body， 那下一个系列呢，我们叫 Zen Body。 其实 Zen Body 的研发者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刚刚的医疗顾问团队啊，他的这个联合研发者叫 Mark McDonald， 他呢是一位就是国际营养还有就是这个健身专家，就是他其实非常出名的。你如果在美国这个网站上去搜他，他自己也写了很多书关于营养方面的，而且他也是一位电视名人，上过很多的关于健康的一些题材的一些电视的节目。还有呢，他也是一个纽约时报的这个畅销书的这个作家。他研发出来的这个组合呢，是帮助我们，其实是不是说让我们快速的去减重啊，也不是说快速的去减肥，而是是作为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所以它是帮助我们平衡我们新陈代谢。其实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都会受到影响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好像有时候吃的很多，吃的很晚，好像也不长胖，为什么年纪稍微长一点之后呢，好像就像人家说的喝开水都会长胖。其实呢，它不是因为喝开水是长胖，是因为它的新陈代谢已经在开始老化，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它这个系列的产品呢，通过慢慢释放的低糖的蛋白的饮品，然后去平衡我们的食欲和降低机体对糖类的这个吸收率，所以它就能更有效的去燃烧我们的脂肪，深度排毒，增肌减脂，然后呢促进我们的健康。其实它是通过产品来定做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全方位的体重控制计划。当然最终目的呢，其实是让我们用更健康积极的方式去生活。Monavi 呢啊，现在是开放在美国市场。它其实呢是什么，它这个有点像红酒瓶子的哈，非常好看的这样的一个瓶装的这个饮品呢，它里面呢有19种水果的这个，也是一个复方的混合饮品。里面呢有称作亚马逊宝石的这个 Acai， 就是巴西紫梅。巴西紫梅是非常非常强悍的这个抗氧化剂，而且呢里面也有很多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还有一个植物延伸出来的葡萄糖胺，我们叫 glucosamine， 它们对我们的关节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呢当我们喝这个喝进去之后，它会干嘛呢？它会让我们的更加行动自如。所以它会说 it's about moving， 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有动态有动感。然后呢它让我们的这个，因为里面有这么多抗氧化的，所以它又帮助我们去抵抗的自由基。那而且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人造香料颜色或者是人造的什么甜味剂啊什么的。其实过节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它当做红酒一样的送给亲朋好友的。就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配选精华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的添加的任何的成分。健康呢，除了你的皮肤，除了你的脸面啊，一头好看的头发，飘逸的头发，秀发飘飘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那其实这一款产品呢，你知道吗？就是85%以上的成年人啊，都存在有脱发的问题哦。所以纽曼博士，我们刚刚的我们的皮肤科医生、整容科医生，他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他研发出来，他一直在寻找，他研发出来这一套产品，其实是想要解决他自己的脱发问题。但是很可惜啊，他并没有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因为他的毛囊呢已经完全的老化萎缩。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毛囊还存在的话，那这一套产品绝对是我们真的是当你洗头的时候，然后你通过几个月的这样的去试验，你的头发呢就会慢慢的长出来。所以它这个里面为什么会有不同呢？因为它也是由纽曼博士的专利技术有提取出来的这种生长因子呢，我们叫这个生长因子是干嘛呢？是刺激毛囊再生的，再生头发的这种生长因子。而且它里面是有我们的健发啊，健发洗发露，然后呢精华液就里面就有这个生长因子，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免冲洗的护发素。所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让我们的头皮细胞不但是得到它所有的营养，得到滋养和修复，然后促进毛发再生，更重要的是当你有一头很好的头发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你在重新焕发的年轻的风采。当然其实这些结果不会是发生在一夜之间，
就像我们脱发一样的，有时候也是一个长期累积的对健康的忽视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请耐心使用几个月，只要您的毛囊细胞还没有完全衰老，你就会看到非常惊喜的结果。这一款我们叫 Instant Ageless， 中文我们叫速效眼霜，就像这个名字一样啊，就是速效。速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用这一款产品的时候，它会让你在几分钟之内呢就会看到效果。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面呢也是通过这个纽曼博士的一个研发，就是它会，如果说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松弛的皮肤呢变得更加紧致，比如说你的眼袋啊，或者是你的这叫什么鱼尾纹啊，或者是你的抬头纹啊，当你用上去之后，几分钟之内你就会看到它们在慢慢的收紧，然后呢你的下垂啊，还有一些浮肿的这个现象呢就会慢慢的消失。那它的这个结果呢，因为它不是做手术嘛，所以它的结果呢是会持续6到8个小时。当然如果我们每一天使用的话呢，那你可能就会有更长期的这个结果。这一款产品其实是我们做试验给我们一些朋友做实验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可以马上看到它的效果。这一款呢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我自己本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叫 NV， 非常爱不释手，因为呢它是一个喷雾式的，特别方便使用的一种喷雾式的粉底液，只需轻轻的一喷，你就会有专业的那种 BB 霜的那种上妆的那种效果，非常清亮，而且你喷了以后，你不会觉得你好像喷了一层很厚的粉。然后呢，同时呢，它还有防水功能，不堵塞我们的毛孔，可以瞬间提升我们的肤色啊。最重要的是，它里面也含有我们的生长干细胞的这个生长因子，所以让我们在我们遮盖我们一些小小的瑕疵的同时呢，还可以有保湿、滋养和修复肌肤的作用，所以它呢也是杰斯独一无二的专利产品。那这个 NV 系列呢，它有9种色系，让我们可以选择和搭配，适用于各种肤色，让我们立即呢就可以很自信的站在照相机面前拍照。那这一款 Finity 应该是很高科技的这一款产品了。那这一款产品呢，真的是。也是一款复方产品，我觉得我们真的杰斯每一款产品都好，都很奇妙，很精彩。那这个产品呢，主要是关于我们的 telomere 的中文叫做端粒。那端粒是什么？端粒就是我们的这个染色体末端的那个部分，它是呢来保护我们的这个 DNA 的，我们的这个遗传基因的这些信息。那当我们的细胞衰老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分裂的时候，每分裂一次呢，那我们的这个端粒呢就会减短一点点。但是当这个细胞没有办法分裂，当这个端粒减少到没有办法再减短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细胞就老化就死亡了。所以那杰斯的这个菲乐青春胶囊的它的这个复方成分呢，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可以活化我们的端粒酶，然后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端粒呢去增加它的长度，也就是达到延年益寿。当然这其实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需要给我们的身体足够多的时间。但是呢，它这个产品呢也是没有不包含任何的人造色素或者防腐剂。所以呢，刚刚我们用了10几20分钟的这个时间跟大家简单的讲解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部分产品，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它后面的研发者真的是花了10几年、2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做的这个研发，感谢他们的执着。然后让我们呢，真的每个普通人呢，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这个产品的系列。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产品正在其他的市场运营，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这个新产品到来，对吧？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多产品，我们只需要记住3点。第一个呢，就是杰斯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一站式保养，就是它由内而外，由外而内，每一款产品呢都是复方产品，你在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OK， 所以你只要给足时间，给足量，你就会体验到它的结果。所以它是一个，你会有体验式的一样的这一套的产品。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协同性的，每一款产品，你可以选择从一个开始，你也可以搭配两个或者3个开始，相辅相成，让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呢都更加健康。毕竟有了更健康的身体，
才能有更高质量的生活。我们全家老小已经用了杰斯7年的时间，所以非常非常的热爱。所以呢，最后呢，祝愿大家春节愉快，这个保持年轻，保持安全。我们是年轻的一代，我们正在重新定义年轻。谢谢大家，谢谢一如。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 Mandy 医生啊，非常感谢我们的钻石总裁 Mandy 医生，给我们分享我们公司的产品这一套啊，其实每一个产品都讲得非常的，都讲得非常的到位，非常的透彻啊。那么也希望呢，就是说屏幕前面的你们，我知道你们其实在屏幕前面已经很多伙伴已经知道我们公司的一些拳头产品，那么通过这个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有的产品您不是很熟悉，或者说您感兴趣的啊。好，那么下一位我们的讲师呢，也是我们的钻石总裁，来自加拿大的 Jenny 周那么在经营杰斯之前呢，我们的 Jenny 呢是多伦多三家中文杂志的老板，在2013年呢，因为身体需要呢，他使用了杰斯产品。然后呢，因为他，就是有这个经商的这个，有经商的这个意识，所以马上就捕捉到了我们杰斯的商机。那么之后呢，就开始积极的将产品和生意呢分享给亲朋好友。在2014年11月呢，他就晋升为红宝石总裁并且呢，就将他所有的公司呢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他自己呢就全力以赴经营我们杰斯这个事业。在2015年11月的时候呢，也就一年之后呢，他就成为我们的钻石总裁。几年来，他一直是不辞辛劳的奔跑在各个市场帮助团队发展壮大。他不遗余力，同时呢，也点燃并且帮助很多人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下面呢，就欢迎我们的加拿大的钻石总裁，我们的 Jenny 周。嗨，嗨 Jenny。嗨，一如你好。哎，非常感谢。我现在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您。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的介绍啊！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可以在线上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刚刚非常认真的听了我们趋势商传对公司的介绍，同时呢也听到这个 Mandy 钻石对。我们细胞优化管理系统产品的介绍，真的为杰斯公司能够在短短的12年取得这么辉煌的业绩呢，感到非常的骄傲。同时呢，也感觉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就因为8年前的一个简单的相信和一个简单的决定，我就成了杰斯公司的一名经销商。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好2年的打拼，然后呢就成为了杰斯公司的这个钻石总裁，实现了财富自由和这个时间的自由。那大家刚刚经历了一个难忘的一年，好，这个2020年年初就开始出现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新冠疫情呢一出现啊，本来以为可能很短时间就能够结束哈，但是呢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延续至今。那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呢也在这里思考要如何提高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免疫力，还有我们家庭的财务免疫力。刚刚那个例如说2020年的一流行词，其实2020年还有一个流行词就是免疫力，因为这个免疫力太重要了哈。那同时呢，在这个隔离的时代哈，在这个疫情带来的巨大的冲击的面前呢，我们也不得不惊叹哈和佩服我们杰斯公司的创办人 Randy 和 Wendy 他们的高瞻远瞩。在12年前就打造了这样一间可以给我们带来年轻、带来健康、带来这个财富的这样一个居家创业的平台。这个平台它呢非常非常的强大哈，及这个产品、还有管理、还有信息物流、金流、消费于一体。杰斯公司在全球呢开设了34个在全球开设了34个办公室，
然后呢提供近40种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所以让我们选择杰斯来创业平台创业的人呢，不需要操心这个产品的研发，也不要操心这个生产和物流和金流，同时呢也不用呢这个受语言还有地区和文化的限制，就是足不出户呢就可以把产品还有这个商机分享给全球将近150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在杰斯平台我们也可以选择兼职或者是全职来经营，我们只需要分享杰斯就可以创业，可以说杰斯成为了在这个疫情期间啊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最好的避风港。那杰斯为什么可以在短短的12年时间啊创造这么辉煌的业绩啊，就是因为杰斯公司给我们这个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这个商业模式呢我们叫它消费商的商业模式，就是我们都是消费者啊，然后呢又可以同时来经营这间公司，花我们本来就要花的钱，然后呢赚我们原来就赚不到的钱。今天分享的 Chase 钻石还有这个Mandy 钻石，他们当初都没有想就是要或者说没有看懂杰斯的生意，都是受益于产品然后再来了解它再来经营它。那这个生意呢就是说不需要像传统生意模式那样呢动不动就是花几十万上百万呢要这个进货囤货，那也不需要呢就是说去租门面哈，也不需要花几十万上百万呢去做广告宣传推销产品，就是我们只要分享就可以拥有这个几万和这个上百万美金这样的收入哈，彻底的颠覆了这个传统的营销模式。那我是在多伦多哈，在多伦多经营，当时我经营自己的中文媒体杂志，这个每年呢也有上百万美金加币这样的广告收入，但是呢印刷成本就要占去我的60%的这样的成本，还有人工成本，还有办公场地，所以呢其实每年哈到年底还要交税，然后真的就是所剩无几了。所以呢我们传统做传统生意的有一个词哈，有一个别名就叫过路财神，大家知道什么叫过路财神哈？过路财神就是那个钱从我们手上过一下就不见了哈。那这就是这个消费商的模式哈。那下面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杰斯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个6种奖励方式。但我们做任何生意或者是说工作其实只有1种收入，但是我们来经营杰斯呢就可以有6种收入。好，这6种收入包括这个顾客利润，还有这个销售奖金，然后是团队佣金，还有匹配奖金，还有就是客户奖励，好，再就是钻石分红。这6种收入前面2种像顾客利润啊，然后零售这个销售奖金呢其实是属于一次性的收入哈，这个跟传统生意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它有一点比传统生意要好，它不需要我们去生产，我们只要分享就可以得到。那其实我们经营杰斯哈有一个非常好的收入，就是它的就是持续性收入哈。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追求的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收入。这个持续性的收入呢那就是有4种啊，包括4种持续性的收入。一个是一个就是叫团队奖金，还有哈，什么叫团队奖金呢？当我们加盟成为杰斯的会员之后呢，我们公司就自动给我们设计了2个营运区，就是一个左区一个右区。我们要做的事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把这个细胞优化系统的产品或者是最先进的这个生意模式分享给2个朋友，一个放在左边一个放在右边。那当我们只要我们每个月哈那个保持一个60CV 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我们就可以来积累这个团队的消费积分。当我们的一边呢
有300 CV， 另外一边呢有600 CV 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公司就会给我们一个叫团队佣金，哈，$35。这个$35我们是可以无限代的累积的，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35。那我们有些都可以每个星期赚好几百个$35，大家就可以算一算，光这一项收入呢就可以赚到多少钱。那我们的第二种持续性收入呢，就是叫匹配佣金、匹配奖金。这个奖金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好，它也体现了其实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这个模式的体现，就叫利他模式，就是这种模式。是我们帮助到团队的伙伴赚到钱，公司给的奖金。当我们成为翡翠级经销商的时候，我们就有资格呢获得我们直推的第一层团队佣金$35的20%的奖金。然后呢，就是当我们成为珍珠级的经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第一层直推的第一层和第二层的。这个匹配奖金，那分别是第一层的20%，第二层的15%。那当我们的级别越高，然后我们团队的赚钱的伙伴越多，我们这个收入呢也就越高。好，所以其实当我那个时候我赚到第一个$7的时候，我是比自己赚$35我还要高兴哈。因为我觉得我帮到伙伴赚到钱了，然后而且我也有个小团队了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奖金。这个匹配奖金呢是不封顶的哈，大家知道这个奖金不封顶，我们每个人最多呢就可以拿到我们每一条直推线的7成的管理奖金，从20%到5%不等。那这个奖金啊，在这个传统生意里面呢是没有办法赚到的，所以很多的传统生意老板听到这个奖金的时候呢，他们都觉得哎呀太棒了哈，这个奖金太棒了。所以我们这个奖金制度呢就吸引了非常多的传统企业的企业家哈来加盟我们这个杰斯这个平台。那我们第三种持续性的收入呢，就是这个客户购置奖金哈，就是在这个我们杰斯里面有两种身份哈，你是可以是消费者，你也可以是经营者。消费者就是你不去经营杰斯的，你就只是消费产品，这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客户。当我们每一个月哈有5客户的时候，我们下一个月公司呢就会给我们的第一层匹配奖金增加5%，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获得第一层这个匹配奖金是达到25%。如果我们一个月呢有10客户的话，我们公司就会在下一个月呢给我们第一层的匹配奖金增加10%，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就是获得30%的这样的第一层的匹配奖金哈。那这个奖金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哈，大家去想一想，如果你推荐了一个 Mandy 每个月1000碰局，你可以拿到30%，大家可以计算一下你可以拿到多少钱，那就是$10,000。所以我相信这个数字对我们在线的每一位朋友都是有吸引力的哈。那因为在北美一个律师的工资一年可能也就是这么多哈，一个专职律师的工资也就这么多。好，那接下来的这个第四种持续性收入就是钻石分红。我们公司呢每个季度会拿出全球销售业绩的2%来分给钻石们。这个很多伙伴就会对钻石，对杰斯公司的钻石会很感兴趣哈。什么时候可以成为钻石呢？当你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
一千个对碰就是1,035啊，那就是35,000美金。然后呢，你有6条直推的蓝宝石线，这个时候你就达标成为钻石了。哦，那当我们成为钻石的时候，我们的收入呢就可以啊，大家算一下，匹配的奖金还有这个团队的奖金，大家算一算哈，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收入。还有呢，可以获得这个2%的钻石分红。嗯，所以杰斯公司的钻石收入真的非常非常可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PT 上面的这些钻石们哈，他们都笑得非常开心啊。好，那我相信我们在线的每位伙伴呢，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钻石。那在杰斯哈，其实不光给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奖金收入哈，杰斯公司啊还给我们打造了特别好的这个生活方式。杰斯每年呢会为我们的普通经销商这个打造哈1到2次的这个免费旅游奖励旅游。当我们这个获得这个免费旅游资格的时候呢，就可以跟随公司啊去到非常非常多奢华的地方去旅游。那还有呢，就是有钻石还有绿宝之旅。所以在杰斯哈，我们不仅可以获得这个财富的自由，也可以获得这个心灵的自由。好，那在2019年我们全球有将近20,000名的经销商呢获得了这个旅游的资格。他们参加杰斯的旅游哈，都可以得到这种像贵宾级的这样的一种待遇。每一个参加了杰斯旅游的经销商啊，都是印象深刻，还每次呢都还没有结束就开始期待下一次的这个奖励旅游。那接下来的2021年的这个我们北美的旅游呢，是墨西哥的卡布。那这里是一个5星级的度假胜地哈，而且呢是只要350分旅游积分呢就可以达成。所以我希望这个线上的伙伴哈，能够把这个消息呢广泛传播，也去检查一下后台，看看自己是否已经达成了这个350分的旅游积分。这个积分是截止到本月31号截止哈，大家没有达成的还可以抓住这个最后的这个几天的机会。那杰斯公司呢，为什么他在这个短短的十几年可以创造这么辉煌的业绩，还在于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培训系统。那然后我们有杰斯大学啊，然后还有年会啊，还有这个领袖峰会哈，都是可以说是最好的商学院。那在2020年呢，杰斯就这个疫情期间迅速的打造了这个云端的培训系统。那在2019年哈，在去年我杰斯公司有270万人参加了线上的这个直播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了这个产品培训啊，包括了商机推荐啊，也包括了这个领导力的培训。这些培训不仅可以让自己和团队获得这个长足的成长，而且呢还可以借力啊来拓展这个我们的杰斯事业。比方说像今天的这个探索杰斯，我们邀约新的朋友来听，一定可以帮你借力啊拓展这个杰斯的事业啊。那还有哈，就是杰斯呢可以说是给我们打造了一个超级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平台。跟杰斯在一起，可以说是一切就变得更容易了。只要我们加盟成为杰斯的这个会员哈，就可以呢拥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二级域名的网店。那当我们拥有了这个二级域名的网店的时候哈，就是这个网店可以转化为40种语言。我们这个网店的后台系统可以接受20多种这个币种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而且呢哈，就是这里面有我们所有的这个数据，包括产品介绍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哈，所有的资讯哈，当我们就是可以让我们呢足不出户哈，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平台和产品还有生意机会分享给全球145个国家以上的这样的一个
生意哈，这样的生意机会。那接下来看看我们还有一个sharegenetics.com 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哈，大家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我们所需要的营销这个资料，包括公司的商标啊、产品啊，还有照片啊、视频啊、社交媒体的内容啦、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销售资料哈、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是由专业的团队制作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和非常非常的高大上哈、啊。我们都可以直接从上面下载到我们的电脑或者移动设备上，然后呢，让我们真的做到足不出户就可以经营这样的一个跨国的生意。那真的是可以说是最先进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然后呢产品哈，然后还有最强大的这样的数字化平台，还有最优厚的奖金制度，最灵活方便的经营方式，最好的培训系统都给我们准备好了。那对于我们来讲，今天要做的其实就是说一个简单的决定，今天开始就做一个简单的决定，找到带你来的朋友呢，来带你来参加这场视频会议的朋友，帮助你加盟成为杰斯的会员，然后好跟我们一起来开始一段美好的旅程。那在我们的杰斯的入会套餐里面，公司为我们量身打造了非常多可以供选择的各种各样的套餐，有专门的护肤品套餐，也有专门的营养品的套餐，也有就是包括干细胞这个产品啊，还有从内到外的护肤品，还有内服产品的综合性的套餐。我们只要选一个哈，选一个套餐就是加盟成为我们的杰斯的会员。当我们成为杰斯的会员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就是说拥有了一个哈，拥有了一个通往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平台。那还有对于我们会员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领袖峰会现在推出的优惠套餐还截止日期是到1月31号，到1月31号。那这个领袖峰会推出的套餐是非常非常难得有的，它不仅可以给我们送分哈，分别送6000分、12000分、2400分，这些分都是钱。然后还有给我们最最重要的就是有100分的旅游积分，好，就可以当我们有350分的时候哈，就可以去达到获得这个卡布的旅游资格，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那所以我说这个杰斯真它的这个好处和优势啊，可以说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正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千载难逢的这么一个机会哈，所以我们吸引了我们非常多的优秀的人士来加盟。那我最后概括一下这个杰斯是什么呢？杰斯就是抹了就美丽，吃了就健康，分享就赚钱，然后学习就成长的这么一个美好的生活方式哈。所以那个杰斯他引领了，可以说是引领了全球的分享经济的潮流，是最好的居家创业的平台。所以请赶快加盟成为杰斯的一员，然后拥有一个通往这个全球市场的超级平台，然后助力我们打造我们源源不断的这个财富通道。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谢谢一如，谢谢大家。感谢我们的三位讲师，我们的美国的双钻总裁 Tracy， 我们的钻石总裁我们的 Mandy 医生，以及我们的加拿大的钻石总裁我们的 Jenny 啊。所以从三个角度、三个方面我们公司的背景、文化以及创始人的愿景，同时呢实打实的给了你们的干货，就是我们的产品，对吧？我们的产品是一个什么？我们的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同时呢，
跟很多传统行业不一样的，就是传统行业您再怎么用产品，您再怎么用产品，您也不可能免费吃。但是呢，刚刚我们的 Jenny 就跟我们说了，如果我们更好的去分享，把它当一份事业做的话，不仅可以打折吃免费吃，甚至还可以让它帮助您实现财富自由以及健康自由。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屏幕前面的每一位伙伴，感谢你们的时间。那么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今天这个会议，帮助您能够看到我们杰斯的这个机遇，能够看到我们杰斯背后隐藏的潜力，同时也能够激发您的潜能。我们希望在下一次的杰斯会议当中能够看到您以及您带来的更多的伙伴。我们下一次再见，